主下腿中间偏下一点啊，后侧，刚才那个拉筋的痛，拉筋的痛，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一个，变形金刚啊，正在向那个白光讨债，那个变形金刚正在向白光讨债，这个变形金刚正在向白光讨债啊，这个变形金刚正在向白光讨债。啊，被你看，就那样，像白龙套餐，就说，怎样像协调同外星人之间关于核武者的处理问题啊？外星人是希望同川普这个，来敲定这个事啊，签订这个协议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，